就好好告个别吧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。先抓它是比较紧张的这一只。看来真的是你在那边没有用，他不怕你。来来来，在这地方守着。First blood. 好抓，拿掉，快点，这样包，对，就这样包。鼻子弄出来。这样不影响它吐啊。来，套起来。来，头给你抓好。比羽绒服的还软，现在就是。好，再继续下一只。我从那边把它赶过来这里啊。等一下吧，坏了。要注意一下他的头啊，那嘴巴不要咬到你了，离你远一点啊。开门，开门。他如果来，他有大笼子的话，那就好说了，就直接把它打开就行了。三九，八点七。把翅膀给压起来，慢一点，这就是翅膀把它压扁。